终于时间走到了2020年的最后一天，今天也是小编2020年最后一次给大家播报周深的资讯了，还是有很多感慨的，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大家新年快乐。下面小编就最后一次再预告一下今晚周深的四场跨年晚会的时间和表演曲目，大家不要再错过了。央视启航2021跨年盛典的时间是31日下午3点开始，周深将要演唱的曲目是电视剧《延禧攻略》的插曲《雪落下的声音》。北京卫视跨年晚会的时间是31日晚上7点半，周深将要演唱的曲目是电视剧《陈情令》的人物曲《荒城渡》和一首 disco 串烧。根据之前网上爆出的周深北京卫视的录制视频，歌曲《荒城渡》是已经确认的，第二首歌曲也有人说会是《不会白白》的 disco。 江苏卫视跨年晚会的时间是31日晚上7点半，周深将要演唱的曲目是席琳迪翁的 My Heart Will Go On 和邓丽君的不老的爸爸。 B 站跨年晚会的时间是31日晚上8点，周深演唱的曲目是姜子牙的片尾曲请笃信一个梦和电影马戏之王的主题曲 This is me。 最后是广东卫视的美好生活欢乐颂，时间是31日晚上9点10分，周深将会演唱的歌曲是烟花易冷，应该是重播了流淌的声音的片段。马上就要跨年了，让我们一起在今晚共同见证周深的超燃舞台吧。同时大家也最好准备好几个可以多开的设备以及自己喜欢吃的零食。再见2020。最后如果您觉得小编这一年的播报还有点用，那么小编非常期待明年与大家见面了。最后的最后还是那句，以上内容您有什么看法，欢迎留言评论，同时也欢迎订阅我们，每日都有精彩更新。